是金牛座，因为我的生日是处于在一个中间点，你卡在那边。对，所以白羊座是一天，金牛座一个星期，我觉得一天比较可能，我可以一天不看手机，那个还可以，还好。OK， 这个时候我要把这张照片 po 在我们的Facebook.com/yes933。你是什么星座的呢？赶快去看一看，然后告诉我们准不准，你能坚持多久不看手机 ？Yes933，路况情报。这个时候先来关心外头的交通情况 ，OK？BKE往 Woodlands 是在 Woodlands 的关卡之前第二条车道发生。